今天来到了清河医美诊所，那我又来干嘛呢？当然是来做医美啊！我之前做了第三代的电波拉皮，然后效果非常显著，还去做了那个海福音波拉皮，哦，效果非常非常好。我们在推荐海福音吗？不是。然后这是最近就听说他们出了第四代的什么凤凰电波拉皮，我听到说哇，好心动哦，因为我最近又变胖一点，又把肉喝肥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做了，因为他们现在就眼睛盯着我说，我要不要把上麻药，要上40分钟，但是我一定要上，因为上次上完后还会痛，跟上次变胖有感觉了，因为要打个980。对，我妈去医生咨询，我觉得我的淋巴一小，大概打300-400块就可以了。哪来的自信？好了，我们就开门走。我们现在要依照你写的流程，反正就是要先敷麻药嘛，或者给医生，医生咨询先还是敷麻药先？都可以。现在在他的那个手术室，然后看他机器的听说都很贵，那我们把那个很贵的机器拍一下他的特写吧。反正啊，要美就要忍痛啊，没办法啦，爱睡不跟老费嘴啊，痛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了。哦、现在感觉都好麻的。就我做完手术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刚刚你的脸的部分，最主要是你的轮廓线比较没有那么清晰。嗯，对，所以等一下针对你的脸型的部分，会在你的轮廓线帮你做加强。好，对。哎，医生，我想问你，对，帮自己做什么？没有。那我们现在去打了个医生，就是他长相都长这样子，代表是一定有效的。把医生形容在以前长很丑。医生本来就帅，那边。现在开始了，紧张？为什么紧张？怕痛？韩国欧巴好久，韩国欧巴要从外国回来了。哦，不能说人家坏话。这个是最新一代的凤凰探头。那这个面积呢，大概比原本的增加了大概1/3倍，所以等于讲说，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减少不舒服感觉的时间。我们开始了。有点热，有点湿，对，来继续喽。会很不舒服吗？我喜欢那个耐压球，好痛、喔！天哪，糟！我帮你冷淡稍微做一点，没关系，我冷淡。因为你算很怕痛的，没事，刚刚是节目效果。是哦。为什么会有烟？因为它是用冷媒去冷却我们的皮肤。当它热传递下去的时候，表层的冷媒也会把表层的皮肤做冷却。有差很多啊，认真。有啊，你这边轮廓出来啦。是啊。嗯。哇。哦，真的有差，然后钱还是要花下去啊，就可以直接现场看有没有看。哇，真的是，这个东西要一定内时间打完，所以医生男人一定要回来，不然讲人家坏话，我们讲两次，他马上就回来了。OK。这声音好奇怪啊。真的痛啊！你有没有更大的球？没有，这个捏不住，好累哦，休息一下，好痛。来，加油，最后三发。OK， 三发。3、2、1，好，恭喜你，恭喜胖虎，我们疗程结束了，然后帮他把他的好纹贴。好纹贴布。这个贴布是记得一定要贴的，不然打电波就没效了。哦。好，最后一点吧。对对对。是吗？吃到医生都不是我没事啦，谢谢医生。好，恭喜你。那我们2个月后再来拍照。你知道这台新到什么程度吗？我是第一位客人呢。哦，他第一次就献给了我。哇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凤凰电波。